直专注于电影的陈坤，终于是在2013年又重新拿起了麦克风，进行了自己 The Way 路音乐分享会的排练。年过30的陈坤在排练现场俨然还是一个18岁大男孩的模样，看来三年未唱歌的他这回是真要一次唱个够了。因为行走力量做了两次了，第一年呢我们做的是影展，在798做了一个半月的影展，那到今年呢我觉得我想用更不一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分享行走力量到底在传达的是什么，那所以到最后他们也不经过我的允许，就在一月份就直接定下来要做音乐分享会。